身材的部分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差点忘记。我要先请肯示范一下，我年纪大了，明明就有你给我你给我掀开，我你看他，哎，你看他，放开我，我摸过了，放开我，哎，第一次看到他摸够了。接下来要欢迎到的是下一位新晋演员王新凯。不要，你差点撞到我们的布景。几公分？190。几岁？26。26岁。那你还会再长？不要再长。不会了啦。26岁哪会啊？不知道。可是190当对当演员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有好有坏，因为190优势来讲，应该是就是同身高的人相对比较少，所以竞争力上来说也比较没那么的高。但很常试镜的时候，可能试完，然后过程都是好的。然后当下试完 casting 就会烦恼说，哎，那我这样搭戏的人会比较难找，对，因为女生会跟你落差很大、啊。就包括有一次试镜 BL 剧，试镜还没到试镜，就只有稍微聊一下角色跟剧本，那时候状况都还不错，结果后来试镜没有发我，就因为身高达不到男生。而且我也不会希望你在我们节目，因为我脖子现在很短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样可以。而且不只是跟他对戏，其他同剧的演员都会看起来像小朋友啊。对啊。所以他们很常就是被。志田，你过来站在他旁边看看。啊，好，来，志田已经不矮了。看志田。嗨，在旁边，哇，真的好高、哦，他真的好高、哦，因为常对戏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看我的下巴，不会是看你眼睛对戏。我们三个站在一起，是不是可以带点转骨？抖音，实验没吃过，开始吃一点点，吃到最后，吃了一整年，过多，你吃太多，对，过量，过量服用的副效果，副作用，副作用。好好，先休息一下，大家步步高升。好，所以你的作品是也有 BL 剧吗？真实拍过？目前还没有真实拍过，嗯，都是因为身高的关系。对。那你的作品有哪些？目前作品有电影下半场，一个篮球电影，哦，然后还有电视剧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可是你当初为什么会踏入这个戏剧圈？哦，其实也蛮意外的，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去桥下新生桥下打球，哦，然后那时候就打一打，就突然有人走过来说，哎，请问你对拍电影有兴趣吗？哎，那时候要找的是电影斗鱼版，斗鱼电影版。哎呦，然后就后来没上，后来但资料留在 casting 呢，然后刚好电影下半台找人，然后身高刚好符合，就去试试看这样。哦，演篮球员，对对，篮球员刚好，那太适合你啦。当初那个全场打篮球的只有你一个被问，对，刚好只有我被问。哎，你朋友有没有在？就可能会亏掉。当演员哦，就是这样。很帅哈，了不起啊，我红了。新凯爷，新凯的朋友都笨笨的。哦，新凯啊，哦，不然你觉得没有这样？你觉得他也是朋友嘞？说哇，真是恭喜你啊，你会太真心了，新朋友，应该是很羡慕的啦。哦，新凯，哇，你可以进演艺圈，你会看到肯呢。大概会一点小羡慕，小羡慕。OK OK。好，等一下都有他们表演的机会。好，欢迎新凯。那我们就赶紧欢迎第四位出场，欢迎钟岳轩。好，你好。哇，好清新哦。对，你几岁？29。29，然后作品也很多了吗？这样算多？那你讲几个，我搞不好我们知道。第一个曝光的应该是叫小光，啊，然后他是同志短片，哦，对，然后再就是主要是有一部是《亲爱的亚当》，嗯，然后还有一个是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跟新凯一起工作过的。哇，你也演过 BL 剧吗？没有，我那个是算同志片，就是小光嘛，啊，小光。哎，欸，他小光是大尺度的，很 heavy 的，嗯，那个剧情。heavy 啊。对。尺度比较大，然后剧情比较破碎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叫做龟甲妇，这个绑法是不是？对，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剧情需要。龟甲万才是像。搞错了，对，林酱油上。因为那个小光他是一个性工作者啊，对，然后因为从小可能被继父性侵什么的，哇，他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。哇。然后就是有他，因为这个老师很厉害，他是全台湾第一名的龟甲妇老师。哇，只有他，
就是很多人会龟甲夫，但他绑得最好。对，对，他最厉害。所以你愿意龟甲夫吗？嗯，当然愿意啊，怎么会不愿意呢？哦，假如是，假如真的有这么好的作品的话，我相信所有演员都会愿意龟甲。嗯嗯，你应该也愿意吧？我不愿意，我龟甲夫，然后。胸部刚好在凸出来啊，在那个绳子当中。但你旁边都是，比如说就是像吴康仁啊，然后这些什么范少勋啊，刚刚讲过的、啊，对，这些全部极高，大概他大概有八个这样的演员。然后他们在干嘛？围着你。干嘛？欣赏。摸什么知道票？也没有摸或什么的吗？啊、只是看。如果有激情戏的话。龟甲腹对啊，全部都是小鲜肉帅哥哦，包括现场这四位全部也通通都上哦。哎呦，然后我也有演，只是我是不我是演绑你的那个师傅而已。对，你就是会碰到我的身体啊。没有，真正碰到身体也是他们八个。你绑我的时候就会碰到啦。我会戴手套。好专业哦，为了不碰到的。好，欢迎吴月轩。接下来。要进入这个对真正要考验他们演技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有几个这个题目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先请肯示范一下？好，一定要的。示范什么啊？等等，刚刚肯不是有提出一个那个应该要先要演 BL 剧的话，身材的部分啊，对，差点忘记。我要先请肯示范一下。我没有办法啦，我你手臂好大个哎！没有，我年纪大了，我们四十几岁人了，哎，肯超壮的，真的不行，奶是凸的，没有啦，真的不行啊，真的不行啊，你肯不肯啦？不肯，你连龟甲腹都愿意了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脱？我还是你觉得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作品？不是，因为我手太久没练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看身体啊。来了，没有身体，不用脱外套，你已经看到肌肉线条了，身体都没有线条啊，没关系哦，就没有线条，没有故意这样子，至少没肚子吧？啊，至少没肚子吧？我不是你摸他胸就好，摸的就好，胸膛，明明就有你给我掀开，哇，你看他，哎，你看他，放开我。我觉得可以先来三二一，哇！哇！哇！真的好壮，哎，真的好壮哦 ，OK， 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不得了，再摸啦，再摸，不要，难得来一次你就摸不够。好，那个，你觉得要轮流还是 together？ 我觉得轮流会不会比较有趣？轮流。好不好？因为新凯因为有在打球，就最后一个好了。正好因为我也有在打球啊，那你就第一个啊。什么都可以啊。对，来。哎呦，正好你最有自信的那个一个部位就好了。对啦，不要全那个。好，请开始。哎呦，直接来。不然要等我们，所以我帮你打拍子。打拍子，打拍子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要搭配什么歌？搭配什么歌 ？Five, six, seven. 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原来笑。那个天哥要唱一下吗？为你歌唱。那我拉不起来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要重点来了。这个月轩好了，放不开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至少要露个胸膛吧？露胸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连露胸膛，连肯都已经拉成这样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打结果是肯的话，我大概是芭比吧。哦来了来了来了，试试看，我看一下啊，来了来了，是女乳症吗？对，芭比，芭比，对啊，看一下，哦，哎，有了，有哇！不错，虽然没有你一块块，但是就是有年轻肉体的感觉，也不错，也很棒，就是那个肤质的紧度，对，还有色泽，对，色泽，好专业，挑起，我就真的没有了，没关系，那我就露手臂，哎呦，好，手臂就试试看，手臂来喽，但也还好啦，没事，哎呦，手臂，哎呀，哇，谦虚了，线条很好看，有，就只有这样，好，那月轩有吗？月轩感觉很没有哎，哇哎，男生最讨厌被人家这样讲了。我该怎么做？
月轩，你在那个电影里面都已经几乎是全对，你看吧，跟纯酱油，跟乔万，是自入吗？来，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题，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题目位。对呀、啊，看一下，来了。再高一点，看，哇，哇，好高！我觉得你不用试镜了，直接上。好，新凯压轴，哇，好看，来了，新凯很头痛。因为万一男生一阵子没练，可能就会肉软掉。对，但是就变亮。你现在是肉软的，肉软，没关系啊，肉软也很正常。可以露手臂吗？手臂被拿走了，对啊，露一下嘛，一下下啦，啊，不然露背肌呢，露屁股，我们那边有掉，你只要先给他检查，汗蛮多的，嘿，啊，瘦的，腰身还不错啦，也不错，而且他那下面有一点毛，还蛮 sexy， 哇。可以的，新凯。好，身体都检查过了，今天还要检查眼。您是医生吗？我们是试镜单位，好吗？好，那我接下来我们要请他们来抽选题目了，好不好？那就郑浩先啊。嗯。来，郑浩。好，我们先看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题目呢，都是出自于我们的佩如导演《我的蚂蚁四个鬼》里面的经典台词。哎呦。好难哦，很难哎，很难，不好演。正好给大家看一下，您抽到的题目是。我看你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不能去找别人吗？还是我可以送你们去哪里？你们跟着我没有好处啊。哦，好，导演帮我们解释。导演，这边就是他被一些鬼附身嘛，然后他希望他们不要再缠着他，所以他当时的情绪是很无奈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很衰，一个衰感。衰鬼。所以是衰感跟无奈。对，然后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。OK， 那我希望你可以呈现非常的阴柔，然后娇嗔的。娇嗔的阴柔。阴柔娇嗔，然后是。那种，不要跟着我。哦，有的发挥。然后最后他们还不准你要这样，然后要抓了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就。傲娇的啦。傲娇到不行。怎么傲娇啊？对，傲娇到顶点，天花板。嗯 ，OK， 来哦，我是三的人呢。我想问一下，哇，你可以去找别人嘛？嗯。还是我可以送你们去哪里嘛？你这样子跟着我，到底有什么好处嘛？烦死我了，开啊！抖又，有了，最后这个抖有加分，有，最后这个抖是不是很加分？他这个就是要延伸出去，就是然后到最后要跳阿妈 Queen 卡。哦，对，阿妈可以，我觉得可对啊。那我们就从那个没有好处嘛，然后就阿妈对接一下，对接接接接接那个演员，加油，这个很有效果。前辈指导，对啊，会红啊，会红哦，大概会歌阿妈，对，来哦，跳得要偶一点，跳，好，对，只要最后一句就好。好，来五十三的 reaction。你跟着我没有好处啊！滚开！好丢脸哦！不要回家了啦！要回家了！看 ，OK， 我们已经彻底毁掉一位新人。我怎么跟我经纪公司交代？不用交代，人生就是这样。你人生没有经历过这些，你就不会成长。哎，真的，人就是个海绵嘛，有道理，应该来吸收了。导演喜欢到最后这个加入阿妈肯卡的表演，可以给我觉得这个就是诚意很棒。导演，你开心吗？有啊，对啊，导演也笑了嘛，重要哎。好，对啊，恭喜，休息一下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，叮叮叮。